即刻就是四个。那这个是几个？这是不是这个？九十。好了，好了。这个我们的料，这种料就是刚开始打的比重吧，就是稍微稠一些，所谓轻。所以说运行的时候会稍微的轻一些，到时候看着各种会轻一条。轻一条，应该是轻一条。就是偏大或偏小的时候。对，可以。微调的话就是说你到时候的话一看看一下，哎，这个是好像有点那个湿了，那湿了以后的话你冲量可能就多了，肯定不一样的。 对多了以后的话在这上面体积可能一样，那重量肯定不一样。对有点变。对